大家好，我是威神 V 的 WinWin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。这本书在我们小的时候基本上是人手一本。书中讲的是海伦先天失聪失明，在老师的帮助下和自己的努力下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梦想。所以我也希望能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，我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参与，让公益更有力量。